哇，这个会不会黄标啊？应该不会。黄标？因为他穿了那个会露出来啊。哦，你说会有线条？对，就是他旁边全部是镂空的嘛。嗯，对。再看一次。然后，但是因为它就是该遮的东西，因为蕾丝会全部布满。老婆，如果你要穿的话，我也觉得 OK 啊。哇，红色的好漂亮哦！这件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呢。但是如果你是这次现在看上了一个非常激烈的衣服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个会不会黄标啊？应该不会。黄标？这很美耶。这件很美啊，这件如果在户外拍会大，对，放一个。这个应该是户外吧，对不对？有人宴客穿这样子吗？太激烈了吧。有没有小孩？是想要有一个，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宴客穿这个吗？是这一套。宴客穿这个？有没有？对。哇。有一个而已，就这么一个。他是特地为了那一件，然后宴客穿，然后授课。而且他里面都没穿哦。他里面没有穿，因为他穿的那个会露出来。哦，你说会有线条？对，就是他旁边全部是镂空的嘛。嗯，对。再看一次。然后，但是因为他就是该遮的东西，因为蕾丝会全部布满。老婆，如果你要穿的话，我也觉得 OK 啊。我是一个胖胖的女生，哪有？反正不要穿件好了，吓死大家喽。那老公呢？你有想象中觉得女生就是穿婚纱的样子吗？我觉得其实有，可是你看不懂。单看真的看不太出来差别，但是像你看。这穿起来就很漂亮啊，所以你比较喜欢像这种气质型的，不喜欢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就是，照片拍起来，我没有看过照片拍起来不好看的婚纱过。但是你有想象中觉得女生穿婚纱的样子吗？比方说你会觉得一定要那种大蓬裙，你看像这个就不是大蓬裙。哦。对。蓬裙的意思是。你知道，对，你知道一般蓬裙现在有在流行蓬裙吗？有，那就是属于比较大婚纱，就是真的就是比较喜欢宴客型的，比较华丽的。蓬裙不太舒服吧？我个人是比较没有喜欢蓬裙的。我也不喜欢。对啊，不是老婆穿什么都好看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如果我穿蓬裙的话，你在我旁边，你就会一直被我挤到很开，因为它很蓬，你就不能离我很近。你就要这样牵手。没关系，反正已经慢慢出现了，这就是我目前选的，待会就试穿给大家看。好、哦、我们今天很多时间，我会请妈妈帮忙照顾子吗？对，谢谢老公。好期待哦。好期待哦，谢谢老公。会露胸部哎、欸，对，到时候就试穿这样吗？如果选到的话，就会穿这样，但是会可能会稍微再更下来一点点，啊、下来一些些，会再下来一点、啊，一些些，大概到这里，大概下来一两公分，对，才会再下来，然后腰的部分会收掉很多，对，因为它现在后面很松。哦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、欸，好看好看，哇，你刚刚正面的时候那个有点，怎么样？对，这是第一件，好厉害。第二套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这是我自己选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喜欢这种蕾丝的，比较有气质的感觉。然后它的就是有微蓬，它有没有到真的很蓬，所以其实这样走路也都还算比较轻松。这个基本上我在你旁边不会被碰到别的地方去。对。对啊，好看好看，这件很好看。这件很舒服哎。然后你因为你是拍照嘛，所以我会觉得你可以下来走动坐在椅子上，然后看那边你展现出来的样子。哇。哇，好美哦。哎，基本上新娘坐着的，新郎就没地方坐了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啊，你会有其他的 pose 在他旁边撑。没关系，新郎不重要啊。对，新娘美得好，漂亮，很有气质。好。哦，这一件。帅气的。这是婚纱吗？它是婚纱吗？这是一个。你可以做成这样子哦。因为它是裤装。哦，这是裤装哎。超帅的吧？所以它是镶在它的。
那么多，他就可以摆很多漂亮的 pose。 哦，那你摆摆看。你告诉我啊。好灵活的新娘哦。是，那你穿裙装。好，我穿蓬蓬裙。哇，这件好美哦。这件比较鱼尾的，哇，鱼尾。不是啊，在认真减肥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可以。你很瘦啊。是因为现在的尺寸的关系，到时候修可就会很好看。谢谢。谢谢。这件很漂亮哎。很适合拍照的感觉。我听出了你喜欢这件的感觉。我老公很明显的比较喜欢这件。哦，都很漂亮哎。都很漂亮。这件就是会比较有气质，比较秀气一点的，比较多摆动作的画面。对。哇，蛮喜欢这件的。哇，这件也很好看哎。你看，有发现刚刚这件跟上一件的那个讲话语气不一样，那个是从中而发出来的，我觉得很好看。这个有个浮夸，浮夸。我看一下，后面是可以看的吗？后面可以啊。我看一下哦。也是美美的。你比较喜欢这一件啊？就比较简单，比较素雅一点点，然后它也比较好动。都好看啦，其实。就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还在去挑选其他的。我们换了超级无敌多套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换最后一套了，就是红色的，因为我想要尝试不同颜色，然后那个红色很特别，它是超级大声 V， 它后面是超级露背，超级大声 V 比刚刚的那个 V 还深，我那个超 V， 因为它就是两片这样，两片遮住重点这样，然后后面就是绑身跟，然后辣大露背这样，好啊，性感的，期待期待期待。哇，红色的好漂亮哦！这件是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呢，这是最爱的红色的，很霸气，然后又很有个性，就是有一点性感，但是而且它的背部啊的那个线也很美耶，对啊，然后这就可以更激励我要瘦身成功。好，好，我们加油，好，加油。